顾诸位，卢金龙啊，我来考考你，什么是 IPO， 什么是 TRF， 什么是 NDF？ 这些都退流行了，现在大家都在谈洗钱防治。哦，金管会总动员，和金融机构一起做好守门员角色。政府加强执法，共同维护国家形象，保障金融交易。金流透明，世界好评。那门神好像你啊，比较像你吧。